最近三年内，韩国最美啦啦队女神不仅与球迷互动亲切，而且擅长各种风格的舞蹈，也曾被韩国观众认为她是能够与李多惠一较高下的啦啦队真妹哦。Hello， 大家，我是小林。你知道吗？刚加盟中华职棒乐天桃园的韩国啦啦队女神李多惠，其实在韩国球迷心中并不是最美、最有魅力的啦啦队美女哦。今天小林我整理的韩国最美啦啦队女神排行榜分享给大家，在这榜单中，每位顶级啦啦队美女都拥有超乎你想象的颜值和魅力，会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十名，朴成恩。我必须说，朴成恩是在这排行榜中最被低估的啦啦队女神。年仅21岁的她，有着身高168公分、腿长95公分的火辣身材。韩国网友们形容她是外表清纯可爱，私底下个性害羞胆小的她，只要一站上舞台，就化身为舞技高超、魅力四射，并且能靠舞技榨干观众灵魂的狠角色啊！相信从这部开胯蹲下、垫臀摇摆的影片中，大家就能知道她到底擅长什么了。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从国中开始学习爵士舞的他，很懂得怎么和观众互动，也很擅长对镜头放射出勾人魅惑的眼神。曾有观众表示，本来是进场看棒球，但三个多小时的球赛结束后，完全不知道比分多少，只知道自己被朴成恩勾的人都快没了。他的初登板是在2020年时为韩国职篮仁川大象队应援，后来也成了大象队的啦啦队队长。曾在2022年时加入韩国职棒斗山雄队，和当时斗山雄队人气女神徐贤淑常在表演时展现出满满的诚意，也时常让观众忘记进场到底是看球还是看他们俩。不过大家如果要寻找他的影片，中文搜寻打朴成恩是找不太到的，可以打 Park Seo-yong， 或者是复制这段韩文名字去找，才可以看到许多让你竖起大拇指的影片哦。第九名，边甲玉。边甲玉曾经是李多惠在韩国职棒奇亚虎队的啦啦队友，大家知道他的特色是什么吗？就是他的萌系双马尾造型。边甲玉高中时就读舞蹈班，所以他的跳舞功力可说是数一数二的。他在舞台上展现的力与美以及扭腰摆臀的技巧，绝对和李多惠不分上下。虽然身高只有164公分，在那些高挑啦啦队女神中算是小巧玲珑，但这却是她的秘密武器。边甲玉的双马尾加上可爱的形象，再搭配火辣狂野的舞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效果，让韩国男粉丝们都为之疯狂。有韩国网友表示，只要边甲玉和李多惠同时在场上加油应援，就会让许多男球迷看完球后都会感受到女神们满满的热情。离开球场时，球迷们的裤子都会不知不觉地搭起帐篷，看着他们弯着腰心满意足的走出球场，就知道边甲玉今晚又再次守护了韩国的和平。第八名，崔红罗。崔红罗是韩国职棒三星狮队的当家招牌啦啦队女神，身高169公分，拥有飘逸长发和仙气十足的鹅蛋脸。她在球场上就像一位美丽的精灵，不仅与球迷互动亲切，而且擅长各种风格的舞蹈，不管是甜美可爱、青春洋溢，还是欧美狂野，你能想到的风格都难不倒她。今年才24岁的崔红罗也被韩国网友认为是最近三年内韩国最美啦啦队女神。除了棒球外，也在韩国足球与排球队中担任啦啦队应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 IG 近期因为狂发各种啦啦队加油舞蹈被大量转发，也意外得到许多国家的粉丝支持，也曾被韩国观众认为他是能够与李多惠一较高下的啦啦队真妹哦。第七名，李娜金。现在在韩国职棒斗山雄队担任啦啦队员的李娜金，一般来说韩国啦啦队女生出道大多在19到21岁时，不过李娜金直到23岁时才正式出道，但凭借着她的优异舞蹈和热情亲和力十足的态度，让她迅速成为目前韩国最具人气的啦啦队女神之一。有韩国粉丝私下透露，虽然李娜金的身材不是啦啦队女孩中最顶的，年纪也已经30岁了，但她到现在还是拥有许多热情男粉丝支持的原因，是在于她在表演的过程中总能运用她那双爱笑的眼睛回应每位粉丝的支持。第六名，李和润。身高170公分的李和润有啦啦队版 IU 的称号，原本在韩国职棒韩华鹰队担任啦啦队长的她，在2020年时传出台湾乐天桃园队曾经和他签下为台湾球队应援的合约，没想到正当李和润准备要来台湾时，疫情就爆发了。而到了2021年时，李和润就宣布退役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韩国网友心目中数一数二的啦啦队女神。现在的他转型成模特和演员，以及韩国爱妃卡实况直播主。第五名，李允智。李允智目前是韩国职棒英雄队中的招牌啦啦队女神，被韩国网友称赞是个美貌让人晕眩的啦啦队女孩，有着身高168公分、前凸后翘的好身材，无论是在啦啦队身穿紧身制服时，还是在私底下的日常穿搭，李允智都能完美展现她的迷人魅力。再加上那双勾人的眼神和独一无二的卧蚕，搭配上诱惑指数破表的舞蹈，难怪有些观众看过她的表演后立刻就晕船，成为李允智的忠实铁粉。此外，她大学时主修中文系，所以时不时也会在个人 IG 上用中文发文和华人观众互动哦。第四名，朴其良。朴其良是韩国最具代
代表性的啦啦队女神之一，曾被台湾和日本媒体赞美她是亚洲最强啦啦队女神。在韩国各项运动赛事中都看得到她为球队加油应援的身影。已经担任啦啦队员超过15年的她，今年已经32岁了。凭借着176公分的傲人身高以及惊人的保养功力，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岁月的痕迹。朴启郎透露，自己一开始是被星探挖掘加入啦啦队，当时完全不擅长跳舞的她，只花了短短不到两个月就将所有的加油舞蹈记熟。而她生涯最巅峰的时期是在韩国职棒乐天巨人队担任啦啦队运员的十年间，曾经有许多巨人队球迷买票进场就只为一睹她的魅力舞蹈表演，但也曾在表演的过程中受到中年大叔球迷的不礼貌骚扰，而她也将这位球迷告上法院。之后朴启良也透过不同的管道发声，让韩国职棒开始注重啦啦队员们的工作安全，她甚至成为通告艺人，经常出现在韩国综艺娱乐节目中分享她的啦啦队有趣经验。第三名，李雅英。李雅英在去年刚加入韩国职棒 NC 恐龙队，有着身高170公分50公斤的模特儿身材，去年成为该队最受欢迎的啦啦队女神。许多球迷们表示，她的美貌与会笑的眼睛深受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喜爱，甚至还有不少女球迷们喜欢她，还纷纷赞美说她本人看起来比 IG 美照漂亮得多。此外，她在车展界也是炙手可热的人气 model， 许多车展专业摄影师表示，李雅英每次出现在展场，他们的相机记忆卡常常都会不够用，光是拍她的100公分迷人大长腿以及香艳的两颗探照灯，就容易把相机记忆卡容量塞爆。所以网友给了李雅英一个很特别的称号，说她是让人舍不得移开视线的气质女神。对了对了，要在网络上找到她香香的影片，记得打李雅用比较找得到哦。第二名，徐贤淑。说起徐贤淑，小林认为常看啦啦队影片的观众应该多少都有看过她的应援舞蹈影片吧。一头金色俏丽的短发是徐贤淑的招牌特色，在整个韩国啦啦队员中几乎很少人能够驾驭这样的发型与发色。效力于韩国职棒斗三雄啦啦队的她，常被网友称作是斗三雄队的短发精灵。此外，她的人气和讨论度可以说是完全不输给李多慧啊，在 YouTube 上共有超过3000万的总播放量，拥有着168公分的身高和46公斤体重的偶像身材，在球场上跳舞的魅惑指数超过100分，常常运用眼神和电臀以及小蛮腰的合体技把观众迷得神魂颠倒。特别一提的是，徐贤淑还有个不为人知的超能力哦，她非常喜欢喝肥宅快乐水，一天最少最少可以喝掉6罐共计 1500cc 的可乐。接着她对烟火有着极大的恐惧害怕，在她的 IG 上偶尔会出现自己被鞭炮突如其来吓一大跳的影片。而在她的热情应援之下，所属球团斗三雄队也在2016年开始拿下2座总冠军赛奖杯。看来啦啦队不仅带给观众力量，连实际打球的球员都会被啦啦队员们美貌与魅力所影响。她也和李娜金以及安之轩三位啦啦队女神们并称为韩国近五年内最具吸引力的啦啦队美女。第一名，安之轩，也有人称她为安智贤。她被韩国网友封为国民啦啦队女神，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她是比李多慧更顶更有魅力的啦啦队美女，有着偶像等级的身材，身高有169公分，体重只有49公斤啊。25岁的她被韩国观众形容拥有天使脸孔以及白皙皮肤，搭配完美比例的身材，据传她有着将近100公分的逆天长腿。她曾透露自己高中才开始学跳舞，本来也没有想要成为啦啦队队员，只想着毕业后找份行政工作当个办公室 OL， 但当时误打误撞收到了首尔三星篮球队的啦啦队面试邀请，才成为了职业啦啦队女孩。2015年出道的她以高中美少女啦啦队的头衔成为当时韩国观众关注的对象。此外，她也常常成为韩国各大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也是韩国年轻女生的理想整容对象。在2019年时，安之轩也曾经来台湾为乐天桃园队开球，不过最近经传她退出所属的韩国职棒釜山乐天巨人啦啦队，这也让许多台湾球迷们纷纷在网上留言表示，拜托你快来台湾吧，拜托乐天桃园快签下安之轩吧。而根据他最近的 IG 限动来看，目前他和韩国职业足球队水源 FC 队还有啦啦队的合约，如果乐天桃园真的想要签下他，那可能要多花一点银弹了。你想看安之轩来台湾和李多慧一起为桃园队应援吗？欢迎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